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？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？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这天。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？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千玺，情人节快乐，我们很爱你。亲爱的千玺宝贝儿，羊年就要来了，让我们一起喜气洋洋过大年吧。今年就要中考了，在此之际呢，就祝你中考加油，考上心仪的学校。然后也希望你多喝牛奶，然后发动结界，快快长高，迅速长成1.8米的大帅哥。不过人生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咯，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。那马上就是情人节了，当然有送给你的情人节礼物了。那这15朵粉玫瑰送给你来时的每一个情人节，虽然做工是有点粗糙了，但是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最最最最喜欢你啦。芊芊，情人节快乐。寒假到了，要和弟弟好好相处呢，关于学习也要好好加油哦。学习压力也没有，也不要太大了，要相信你自己是最棒的。我们也认为你是最棒的。要给自己信心哦。王千玺，2015年情人节快乐，中考加油，你是最棒的，妈妈永远爱你。Hello， 芊芊，这里是陪伴。新的一年也要新年快乐哦。然后今天是情人节，千玺老公么么哒。芊芊，情人节快乐，祝你今年中考考出好成绩，我爱你宝贝，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。易同学你好，我想你可能并不认识我，但是我对你却很了解哦。从第一次在见面会上见到你，我的眼光就再也无法离开你。
不管是致辞的你，还是和旁人聊天的你，或者是落寞不说话的你，我总是可以很快的在人群中找到你的位置，仿佛你在哪里，光就在哪里。易烊千玺，中考加油，情人节快乐，我们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易烊千玺，情人节快乐，送你是一朵玫瑰，我们会一直陪伴着你，希望你中考加油。